paper racks.换到任何的东西，看一下重力布网，抓到一个重力布网加黑，否则一个人直接进来，但是他没有清理背身。这里新增加的一个箱子，180多枪剑处理起来有一点慢，两个人的协同能够再解决掉 frame， 现在人数变成一个2-2。但有人在绕 flashback 绕到了，但是队友在正面好像没有顶住，不能他是一绕把队友卖掉了呀，现在变成了一个1-2，非常劣势，而且对面已经拆了一半，选的好处嘛，拼拼凑凑啊。三个人的毒点堵到 A 点了，藏在里面。WGAMING的反应非常的快，在死点被震到了，但震着也能喷，没问题，喷掉一个，用手雷能够补。那测到的人再被 A 森有就会抽过点。不过棒棒青已经提前带进来了，还是非常的仔细和谨慎。我看到WGAMING是交了滑铲去拉枪线，来确定高点箱上是不是有人。是两头的枪线让打败有点难处理、啊。重力补网补到，但是但没有伤害，有蛇吻可以给，但蛇吻不一定需要有人去帮忙照看一下。蛇吻确实给了，给到了箱后，直接捆了。看一下最后残局的一个处理，两个人都是血量不高，近打一个 man break 打一个，残局变成了一个2-1，没有死点，压力还是很大的。哎，上来怎么 A 通直接碰脸了？冲出来直接喷了个 flashback， 这感觉是抓了一个对面丢赛博囚笼的 timing 哦。嗯，而且身边即使是有队友也没有办法掩护，因为太近的一个交火距离，旁边还有烟。嗯，甚至没有跟打外去要这个暗影啊，是自己配合闪电弹球抓到了一个手上。想给 man freak 勾，对面其实知道蝰蛇跟钢索就在 A 点、B 点附近。拼点了，知道具体位置的。哦，给出枪械 B。哇，啊，但没有人在支架、啊。没有人在架。没能过点，被 forsaken 是直接秒小凤。再补一个单向烟 ，A 点有点进不了了，只能再转头过来尝试 B 区。足浴屏障一给，又可以通过枪声拿到很多信息。是的，而且这是一分钟后给的一个足浴屏障，如果不打的话，这个 B 点就是完全打不了，所以必须得打掉以后给压力。Mandfreak 再次回到了这个拐角，藏在里面了，没有人在搜。你搜过一次了，你肯定不会搜第二次，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拿到了点里面两个击杀。隔断式的一个烟雾，马口其实这个1-4已经没有什么了。把 B 筒顶住，打败缩在点里面，而且配合 Forsaken 的混烟，直接倒烟里面了。滑铲进来了 ，WGAMING 好像没有退路了。名牌啊，这个位置。是没有得走的。马口想要再过来补枪，但是烟快散了。B 筒的 Aeson 已经被解决，没有人能够在协同上马口了。又是组员屏障夹在中间了。其实能出去啊，但是进不，但是进不来。这应该是一个技巧性投掷。比较远处给过来的，现在 Freeing 很无奈，而且碰触碰屏障是会有声音的。对面知道你在贴脸的位置，全是人。上面最后一层直接来拼了，扫射转移解决，两人贴到脸上，哇，超线暴走，反手也有方烈之怒。DRX 和 PaperX 两边的终极技能互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3v3的局面。绕后来的好快呀、，Flashback 也倒了，没有半线。而且现在 DRX 很慌，他们现在不太清楚防守队员剩下的人在。没有人看屁股，应该是 Freeing 要来架，马上要来了。这是个1v2，他第一个1v1都没有打赢，那这样的话，这一分点里面的人会变成如坐针毡的一个状态。没有想到来的何威来的非常的快，到处都是人，最后这个180度的 1v2 44滴血回命，铲直接打一个拽过来，哇！非常可惜，其实有也没有雷击剑去垫，换一边蹲，让人去探，是踩到了还是打掉了？哇，踩到了，这应该是踩到那个慢线。那这样点后是不敢去了。而且飞机确认了 Forsaken 的位置，他的位置相当的尴尬，他只能上台阶往对面的重重点扑，但是有黑 something 应该是架到了顶前的位置，但点后已经要失火了。哇，而且这个闪好像是给 Forsaken 全白了。2-4，2-4，两个人的枪线有交叉，但问题是。对面人数差距很大，而且桑森先掰了一个，桑森也能再接一个。这个夹角枪线有点厉害，四滴血的 Manfreak 还能做什么？给让自己的位置已经是完全暴露了，有一个单向在这里，桑森感觉很难很难拉出来。他卡时间，他卡时间，悬念剑拿枪线打一个，第二个在烟里面，没有能够传得到，放弃还是被 flashback。看到有个人在那儿，但我很难留住他。中路铺顶，侧面吃闪，这个是有机会飞过来的。人很多，想扫射转移，一换一。5个人还好，角度是比较分散的，对。
而且这个中路纵深也比较长，能够踩上的点位很多。哦，强行出烟出组于屏障，这两个人有点看不懂。雷电禁烟，以滴血的 flashback 最后被补掉 ，something 也是非常果断的掏标配补枪。最后一个人躺在暗处，但是人的霓虹实现的是针尖对麦芒，是完全把 PPX 的一个进攻动向被镇住了。哇，再交一波技能，重力波往家狂烈之怒，然后直接 rock 拐角多拉，但是血量都不剩，健康拼命的压枪，压成一条线，解决了三个人。Brie 这个位置能够打一个一换一进攻方，只剩下 something 一个人了。他们这一波一开始的设想其实是会觉得楼梯这侧可能有人，就是你百分之百这个绿箱要出来抢我的位置。对，因为他们其实没有更多侦测类技能，是纯堵的，纯开局就给的。如果你不来抢，那我认了。而且第二波的Brie看一下有机会一打一，但是 flashback 是一个绕后的身位，而且来得很慢。这个嗅觉能够感觉得到吗？好像真的有点蜘蛛感觉，刚好又进攻了两个人，缘分不够啊！33秒的时间 ，something 的位置暴露了。哇，因为再假放，他还有时间做操作，要过来了，马上要看到了，可是又变成了一个侧身。哎，转回来又看到这个单挑，桑你们枪械很差。哟，那 Freeing 再倒之后，这一分感觉已经很难有什么悬念了。Flashback， 23滴血，一枪的血量，后面不会给什么太多的机会。嗯，只剩下 Asen 一个人的绕后。也是桑琴在这攻后多时、啊、但说实话 KO 终于是发现了对面的 A 大又跳上了，他对面要一打三左右，星际之穿越，对面人超多，这个霓虹去哪里了？给 timing 了，自己在摆手哦，中路位置。核心的问题也是这个 A 通真的人太少了， A 点给到压力以后骗到中路回防的防守管不了位置被照到、这个、但是 Asen 利用到了枪线，但 Asen 也活不了多久。Flashback 在中路打赢了，但是他还是要面对一个 1v3， 而且脸上就有一个阻御屏障，是能走的道路不多。啊，知道位置了，身位也会卡得很难受。正义回去捡爆能器了，看 Flashback 了，他有机会能一接多，但是接了一个狂烈之动能够跟到吗？进是一个残血，但是并没有死。进，哇，还抛出了断魂锁的，再多打一个，这一分他已经超额贡献了。Asen 85滴血，现在点内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他还得要想办法再去多接。对，刚刚又挨了一枪，只能被迫往后退了。啊、等一下，退回去的话，兄弟是到了。但是这个包是一个楼梯包，有深感陷阱，而且是当面放的。救命！如果开枪就是会被震，直接选择滑铲出来。没有，要来了吗？没有后续的跟进哦，点后不太好拿。给震，打败位置非常不错。没有人能够帮到救命，队友被伤害真的拖住了。强行出烟，强行出烟，那会被扫的。浑身是窟窿啊！所有人都被接在了点内，马口也没有，就很像。马上要看到了，正在往后退，没有那么成功打得过。马口水压有点大呀。主烟被解决掉了，而且回头 Freeing 和 Something 两个人是打了个照面。这一分其实很像马口，我在指挥。被针中路。这样的话，昆明知道自己脸上是有 something 在的，抓不到这个 timing 很难受。中路再过一个，是个滑铲过去的选择，回头跟队友做双拉，这就是霓虹过点的一个魅力。是的，昆明要做事了。那没办法做事呀，对面技能反制的非常快。这样的话，对面的两个人是系鞋带，技巧性的位置是一个双拉吧，有一个人拿技能，但 boss taken 架住了枪。而且 Myfriend 是跳起来拉这个枪线，跳过去比较安全，能够再换人。桑琴找到这样的一个侧身，二打二，二打一，只剩下 Marco 一个人了，手里有一个黑，能找到吗？小头皮的位置，被打了一发穿板头，直接出来找了两人的双拉 ，Myfriend 成功的拿下了日落之城这张自己的选图，是鬼魅出来，主要他还是要那个顺云逐风那一下。上来先架一架，那两边上来都很安静。这一分 PaperX 也希望对面会出来送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技能本来就不多，如果你出来来找我，然后我能架住，那当然是最求之不得的事情了。给一点假打的压力，非常珍贵的披灵之虎已经在 A 点的位置给交代前点了。而且 Forsaken 是只买了一个披灵之虎出来，加上本身就有的一个招牌技能，毒风已经开了，这个血量非常惨，两滴血能骗过来吗？回来了，两滴血没法瞄准了。回来是回来了，但是也没有完全回来。是，我 Something 好准的一个精准击败。而且再利用队友的身位再拉出去跟 something 跟进做一个高、一个来回的架枪和拉枪。Mandrake 是顶死了，但是问题不大，现在人数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进直接往主人脸去顶了，连续的头部命中。那对面 Asen 一个人了，玩不了。对于 A 这把名句也是把地通的位置看了个精光。我想要过单向，但是被收披灵之虎很难受，这个单向还是很难过。对面有高低双架啊，要用追了之灵直接来打一波了，好像。但要打吗？其实引路之存是比较好背的这个角度。点里面有三个人，然后高低一起拉，但是一楼的人还是先死了。桑普林进去，
顺利连续的掩护自己，而且拿到点后的击杀还不错，在对面的反闪 ，KO 的反闪很漂亮，但进攻方涌了进来，把点前和点后全部都拿掉了。哇，应该是 Forsaken 的这一颗闪，这是队友的闪，对，虽然闪到了桑晋，但正好把这两个刚刚跳下来的人也是全白。你就说你活没活下来吧，三个人都白了。对，刚刚三个人都没有开枪，在这互相走位。那现在可能考虑回防这把就要直接保了。嗯，步枪可以试一试吧，我觉得这一波是成功抓进来了，但是还保。哎，枪管。没有人看二楼吗？那这样要拼了，巨刃已经驾驭这一分二打三，要拼，是 all in 的态势，但对面有重力之井，所以这个时间要赶快了。时间已经有一点紧张了，想要抓人，想要飞过去抓人，但是对面有预防，凌空加群风，但是对面还是架住，一打三变成了一打一，但是 man free 一个重力分裂吗？进攻方上要打名牌进攻，有人想出来看吗？哦 ，Marco 还是试探了一下，退回去了。但上了这个零点秀，他应该吃满了，没能冲进来。进攻方至少有两到三个人交出技能，等一下，等个八秒钟。但你这样，你的宇宙分裂就意义更寥寥了，强行来。这个是顶着对面名牌的，知道 something 从悬崖过来的位置。宇宙分裂快要结束了，赶紧安，再不安安不下去了。被雷击剑又打断一波，结束了，结束了。哎，这个车先赶紧秒到，但 Marco 也一直给机会给他打击，已经两个人了，不要用完。但点已经站下来了，想硬掰吗？这九十度的枪线 flashback 一个人是很难解决的。这种我们一般称之为飞神也来了，刀的水压有点大。防守包必点前压的零点修弹送 Humming 出来，这个脚步好像第一时间呼吸。Forsaken 有没有抬枪 ？Forsaken 看到了正确的方向，而且加上二楼的 Something 把正面的人吃完，空中一颗把他给摘了，情况会不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对于防守方来说，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捡不到枪。但 Marco 是有一把狂徒的 ，Allen 最喜欢的那个，把狂徒给队友，然后离魂出去捡一把枪，给了。但他应该，我觉得离魂的可能性不是特别高，他可能会绕后去捡，中路去绕后，因为他知道枪掉的位置比较靠进攻方那一侧。等一下，他犹豫了，他回到了正面。开了，但这么一犹豫来犹豫去，其实 Marco 浪费了很多时间。对，没有前方。现在看一下，回来正面的话，其实已经不太有操作空间了，要快。就这么一来一回，真的没时间了。已经看到了，而且近视是在喝退对面，黑的效果不好，但是解决掉一个人，而且还能去再挖一些技，这就是女皇指令啊！视力和竹散让自己的血量还是非常健康的，时间已经拿下了，进了三杀收尾，要看到了吗？马上要看到了，我 something 靠着自己的育苗过日子。哎，这个箭射烟笔了，而且 Marco 这地方主动还想要再过来，直接逐风加凌空解决掉了 free， 这像是在打集锦啊，还能够再刷新，穿满距离枪，然后混到枪头 ，Ace 连接两个对面的 P 逆没有跟得很好，这一分是两个人协同出现了一点点的 timing， 直接穿掉了，直接根据弹道反穿，而且 Ace 的位置其实是名牌的，闪到后面，但是 Ace 非常硬朗的枪法，又是一个点头，已经三杀的 Ace。但位置已经是被对面拿到太多，而且 Manfred 的绕后从另一侧过来，把 B 点完全排空了。被调度到太多的防守了。是，虽然说这分 Aeson 还有无效命令可以回防，但现在还没有拿到对面已经禁闭的信息。他们要两个人抱团取暖了。他们甚至还觉得可能 A 点还有留人。不管对面安哪里，让对面安，我们先保命。不过 Forsaken 这个五滴血可能也会比较难受，现在就要把球交给 Manfred。剩余三十秒。Manfred 这位置很关键啊，爆能器安置下来了。把人放过去，其实放过去会更好。但对面是进不回的 ，Manfred 也没有拿到。对，就是这个信息会完全不知道谁当谁的勾。哦 ，Forsaken 无敌血，快来快来快来！掏枪，摸到了定位神。哇，这分枪械有点尴尬。飞进来了，没有人能够协同得上。我这分线在桑晋头上，是正常走不会被绊到。而且点后 Marco 这里根本就没有人去看，风刺直接也穿掉了两个人。再换把枪，局面瞬间变成了一打五。这分 A 点是个超级重防，然后这个阵容单兵作战能力会比较强，所以他们可能会在有长枪之后会有多次的潜力。交逐风来抓，桑信是选择逐风走，身体中了一枪，再被碎片一出砸了一下，十七滴。就他这个血量，其实回去在手枪分里面已经很难了，很难受。虽然活着，但其实已经死了。对，而且因为 Kumi 是一个正义啊，所以他其实可以通过穿板来不停消耗。对的。现在很多队伍确实会选择在就是进攻手段会起不止一把正面协同起来了，围这悬崖旁边其实被围剿了，是，而且旁边在点外的进攻方队员帮不到点内的人，看到了一点点小侧身烟马上要散开，技被闪身直接一颗打了一个闪，闪和黑的效果非常的好，哎，怎么打不着啊 ？Flashback 在侧面的位置能够解决掉，一比一，再给到 Free 一个机会 ，Free 坚持的防住吗 ？Free 去寻求一些非常怪的这种机会，再往前顶这个位置。还
大沙包，打了一个一换一，竟能够用自己的竹扇回去。这个一换一打完，我觉得对于 Paperx 来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是你现在终于不用想你有没有闪的事情了。反正我白板，给了就给了，换了对手的决斗啊。但对于目前的 DRX 来说，手上还有两个中间技能啊，就算我把时间压到最后三十秒，我依然可以强行靠无效命令顶到底。而且他现在甚至还可以让烈枭去假打，然后烈枭可以跑到中路之后远程去支援狂烈之怒，就现在玩法会变得非常多。Something 提前枪 free 接住了，进在必通也是先顶一人，还要再顶，因为女皇指令现在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可以操作的空间。给黑了，反手皮尼对在脸上。进这一分显得有点过于坚持了，但是队友收到了侧身。嗯，这个侧身能够成功的拿下以后，就是一个三打一的局面了。王旗部署遮天蔽目。这样的话，这一分对于 Paperx 来说现在是有非常明确的优势的，而且最后 Manfrey 给是1-1直接打赢，太多的血量优势，直接要飞进点内了，就在侧边。随便一出给烟里面把人赶出来 ，Something 一滴血被对面一刀拿下，而且 Humming 好像用的还是左剑哦，他手里依然好像还有刀。是的，打牌还带绕，他在点里面非常神秘，但他没有神秘多久。被对面是赶羊入圈，最后在点里面扼杀掉。这个闪到了 Mind Freak， 那这样的话，这一分由 DRX 顺利的通过终极技能去拿下，13-6。会儿啊，他主要是想用主风来提示最后那个速度。哎，但是这个碎片一出，感觉效果是很好的。PaperX 所有人被卡在这儿了，还有最后一发不死鸟的闪，想要去来协同这里侧身的位置，打怪被解决掉了。想找在藏，没人搜这儿。Azen 还是没有人搜他，甚至被打晕还在打。Azen 选的位置让 PaperX 是完全没有预料到。或者说，我们应该说 PaperX 总是会出现这样一些场面。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的技能确实在搜顶上面会有点弱。闪出去的时候是要靠人去看的，而不是技能去看。唯一有信息能力的打外是第一个掉了。关键是你也不会在这里射箭。对，其实也不会在这儿射箭。嗯。那这样回防变成了一个3-2的人数优势，并且弗森肯前期被消耗得很厉害。看到枪管了，中立之影可以小拖一下。哦，这样的话确认了两个人的位置。不过弗森肯有点尴尬，他是出不来啊，闪身一颗把 flashback 给解决掉了，但 my freak 被解决。弗森肯实地血，人在往后退，啊，是满血，而死了，好像上次也是 free， 至少不是，肯定不是第一次必备科目，然后在底线直接被架死接了个子弹啊。这样安置爆能器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嗯 ，Marco 手上还有把泰林啊，这个距离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发挥的。嗯，但要看 PaperX 会不会顶。对面如果不进，他就不太好找机会了。而且还要小心提防中路的绕后，先给一个甜点烟。收到了。这烟起的一瞬间，正好遮了一下 Flashback 的视野。看到一个侧身，但是自己的位置也随之被确定。快泰林来收人，对面给闪，足够尊重，而且这是一个。密道看一下 Marco， 密道里 Marco 禁烟，第一时间把不死鸟大招直接解决掉，非常聪明的办法，他选择去反其道而行之，他抓的就是这个 timing， 而且中路没有跟上啊。再给一个火枪，这一波的进攻好像第一时间有点被化解掉。黑小夹进来，真的不死鸟进来给闪啊，位置已经被看到了，进的位置已经被消音无人机给确认到了。侧边 Marco 能接一个，但是他要换弹吗？是一颗子弹，自己的队友已经先掉了两个 Qmin， 侧面包夹过来， Marco 还能够再接，把进的位置给解决。Qmin 完。能藏人啊，但是你的位置会很固定，而且而且 Qmin 没有加速通道，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会吃这个重力之顶或者是类似星际麦胸这样的。打底线被困啊，这个位置应该是，等一下有没有反正，但是还好人够多。然后再补一个不死鸟的终极技能，配合队友做双拉没问题，这分点里面已经是完全肃清了。嗯，而且投入很多。DRX 主要是在点内还投入了两个人，这是他们最难接受的。Freeing 非常绕后的精准的枪法，但自己的位置也随之暴露。这是想纯拉枪线的一个巡礼宴，感觉。好像是太近了，又打到这个箱子上面了。不管怎么样，现在对 Freeing 来说要找点机会。但是当他倒地之后，这也变成了一个2-4 ，AC 另掰两个2-2，但是一瞬最稳的方式消散 ，Something 开冲锋，哇，蟒侠往里面探，主要知道对面的经济不好，手肘给一颗 ，Something 直接蟒侠进点了，纳米风军赶走对面花房的人，把对面花房的人往后赶，对，而且这个火热手感会让对手第一时间补不到经济，还在飞，就帮进拉枪线，拿点数，就那一个任务帮进拿点数，你少杀点，我要确保我的接下来分有大招 ，Something 你少杀点啊 ，Mind Freak 你也少杀一点。看到人了，赶紧把进过来吗？看到人走。但其实进过不来，进在那个密道位置。但是他只要不去打掉这个人，啊、最终他会回到点里的。我只要不打这个人迟早会掉到进的口袋里面。资源最大化，再绕，再绕一圈过来。这个不能不打吧？刀了，刀了一手，痛下杀手，送给 Free 一刀。OK，
OK， 那好像最后也没有办法帮金库拿一个点吗？ 来不及了，对，这个要赶紧往外出，要不然被暴龙去炸死了，拿到整个 A 中路拐角的控制位置，这个巡地剑给的很刁钻啊，应该是被磕了，但好像不管往哪儿好像都被磕了，他是往前，对，飞是飞错了，但好像是都被一磕了这种，没事，你有点数了啊，拿，行，看一下进这个点数接下来往哪里去用他的终极能在这一分，要把这个人数的劣势掰回来。 正好是，就是这个位置。进中路的终极技能，自己一个人骗，反正就过来了。脸上滴溜一颗闪，闪的时间要结束了。还有闪，闪了个全白，应该，但是这就是霓虹，他就是左右滑，就把人给滑死了。 Forsaken 来收割这个残局，而总是Manfrick一个人在继续游龙，又把 B 点游穿了。虽然说 A 点给了全面封锁，但其实真正的意图还是 B， 怎么办？又是一个 Freeing 的一打三，75滴血。 Manfrick 的位置会变得非常神秘，因为对面要清所有的角落去确保 Manfrick 没有投，应该是会比较明确的，会报给队友。可能尝试让 KO 来打第一身位吧，因为这分 Aeson 也有无效命令。烧接炮台都得对。那就只能走进去了。看一下 A 大打败类似于 Marco 的位置的，他做了个选择。啊，十滴血，一炮就死。哇，有点重位，站中一条线，打了一个开大 KO。被打倒了，有人在救。有个侧身的位置 ，Forsaken 也很急，很想去救。 哦，最后两个人也是站成了一条，今天都不太好站。这一波有狂烈之怒可以动手的，照到了。而且这个位置没有经典啊，犯了跟 Paper X 强化的一样的毛病，而且这位置是照到了没去清，不是了，大招冲出来，哇，万幸是 Freeing 掩护了一手队友的背身，是的，但是暴龙器能不能收回去呢？还是可以。 但这波乱战之后进入了一个三打四的劣势，人数是亏了 DRX。你们快跑吧！哇，强行交全面封锁，尝试来进，那为什么第一波不给呢？对，因为你能看到他们第一波是觉得狂烈之怒就已经足够作为一个进点。但其实狂烈之怒的那个角度也没有说特别好。是，点上一颗烟。哇 ，Magic 的混烟，进都进不来一点啊！打了个闪，进来，12比6，Paper X。好进，而且这一波。 进又来了，他藏在了广告牌后面，也是一个绝佳打闪位。来了吗？主动交闪出吗？对面已经其实来到了一个很近的位置，特别直接跳着闪拉出去打残，但是没有打死。还有一颗闪，奥丁来了，照到的人很多，火力非常重，反穿。被反穿给穿倒了。你穿我要很多发，我穿一只要一发，讲道理，第一时间这个巡地间触发好像没有，很可惜没有造成击杀啊。对，直接滑过来要打鱼苗，倒地就是。第二发闪，自己全白了，上早了。 没事，队友在身侧可以架到。哇，暴龙切掉他的第一杀，看上去一切都已经要走向尾声了，甚至推进不到点内，两个人现在在柱子后面有点瑟瑟发抖，马上绕后都要来了。狂烈之怒，最后再拿一个，只剩下 Brie 四面楚歌，最后背身13比6，Paper X在图3，一个非常干脆利落的分数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会在胜者组再进一城，将要去对阵到的是记忆和 DFM 的胜者。 这一场 Paper X 给我们展现了他们之前这一套就打得非常娴熟的阵容，依然在持续的发力，而且进确实回到自己舒适区之后打得太过于强势了。是，而且我觉得甚至。